超战官宣 Gucci 古驰品牌代言人，超战真的是穿古驰最好看的男人。超战官宣 Gucci 古驰品牌代言人，超战真的超适合穿 Gucci 的，我觉得是穿 Gucci 最帅的男人，不接受反驳。这次的图质量真的很高，每一张都爱。卡其色的这件和2019年微博之夜穿的黑色那件是同款不同色，背后的图案是一样的，这是定制款吗？超总上线，来商业谈判收购别人的公司了，穿黑色西装真的很霸总，握手很成功人士，哈哈，我都可以想象出一篇霸总文了，哈哈。超色集团继承人，身高 1.83 米，每次出现在公司都会迷倒一大片，男女老少无一幸免，那真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啊。超总只要伸手示意，旁边的管家就会立刻明白，赶紧给少爷整理衣服，因为有强迫症的超少爷最看不得衣服上有杂皱。超总很不喜欢来公司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回来继承家族亿万家产，都是老爷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这才不得已回来装装样子的。每次开会，他总是一讲完话马上拎包走人，多一秒钟都不想呆在公司。其实超战的梦想是做一个设计师，他平时的爱好是出去旅行探险。他也有作为设计师的强迫症，那就是拍照一定要居中，哈哈。虽然平时在公司总是看起来很高冷，但是做起自己喜欢的设计工作时，也会有可爱的邻家大男孩的样子。这样的超战才起来像他真正的自己。这件衣服如果不穿内搭会更好吧？想起来一些露肩的超战，撩人而不自知，算了，还是快点给我把衣服穿好，哈哈。你能抵挡住超战几秒的颜值暴击呢？那些年超战穿过的古驰穿搭都是很出圈的，